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的是，四川航空熊猫之路杯2022第21届这个西南王杯的争霸赛。今天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曹大元九段。曹老师您好。哎，你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个16强赛呢，也就是今天早上举行的，是。也就是第一盘的比赛。那么我们给大家首先挑选这盘16强赛的对局呢，是由古力对柯洁，他们两个人都是八冠王。都是八冠王，对，是。就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世界冠军就是他们两个人是的，拿是的，的，没错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成都举行比赛的这个开幕式吧，应该是。对。这个大家都看到，这是面旗啊。是，这赛场好，应该是在杜甫草堂，杜按甫惯草例应该堂是是吧？今年，看这个样子应该也是的，这个是是党一杯酒的，对，是代表成都的参加比赛的旗手。那这个西南王呢，一般这个参赛的选手呢是，一般是云贵川这三个省的俱乐部，或者是，是不是注册在四川或者重庆的这个人员都可以，旗手都可以。那今年呢有2名特邀队员，一个是10月九段，还有一名是长长浩浩九段，九段是，啊，这是米玉是，婷啊。米玉婷是江苏队的吗？我记得米婷他可能是，是不是去年是特邀的，还是米婷他是去年的亚军？他是，亚军可以参加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去年是特邀，但今年是因为冠军可以参加的，反正这比赛。虽然说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比赛，叫西南嘛，对，那西个南王，顾名思义就西南那一带的，但是好像偶尔也会有全国的高手去参加。对，这王瑶呢，因为是云南籍的棋手，云南的棋手，对，今天他两位特邀棋手相遇，哎，那么巧，是，他的抽签也不是种子的，反正16个没棋错，手就混抽。是的。10月九段，目前是代表深圳。对，石玉来啊，对，杨鼎新，杨对，鼎新是去年的冠军，上一届的冠上一届的冠军，军是的，实际来是相对年轻一点的棋手。是的，他们两个是队友吧？我记得都是重庆队的，好像，石玉来是重庆队重庆还是成都队的？哦，那就是成都的，可反能正是，哎，对，成都的，好像成都。还比较年轻，哈。杨鼎新当然是成名已久，现在是重庆队的主将的不二人选，可以说。今年古力不对过，柯洁，重庆队现在有一位后起之秀不可小觑。李宣豪，对，李宣豪今年的势头太猛。没错，刚刚拿了这是两个古头力衔战的冠军。对柯洁的启是的。古力身为一员老将啊，看看今天这个发挥如何。对，哎，这盘棋我们等一下其实要介绍。对，是的，是的啊，今天李宣豪对的是古灵毅。古灵毅是历史上西南王拿的最多的棋手，是吗？好像拿了4届冠军，哦，一共拿了4届。哦，那我有点意外。那最初的话，这个比赛就是一个邀请赛性质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后来就慢慢规模扩大，就参加棋手，那个等级也提高了。现在变成了一个传统赛事，都已经21届了，相当于，对，哎，挺不容这易。是陈子健，对，对，廖元赫，廖元赫，廖元赫是成都的本土棋手，对，廖元赫也是给大家所看好的，很有希望、很有前途的一位棋手。对，行，那我们来看这盘棋吧。哎。这棋呢是快棋，每方就直接开始读秒，是5次40秒的读秒。对，这个用时规则，我觉得是在变化。对，是的，以好像前以不前是不这是个这用样，时规则，我记对，40秒读秒跟1分钟读秒还差好多。对对，还是觉得这个时间上紧迫了很多哈。对，小飞刮角，这个棋是古力之黑先行啊，对。高挂。就是飞呀，乡下小墓，目前不太多见。对，白棋好像一般不会对着人家下一个，对，比较少。
爬。这个布局应该是双方有备而来吧？对。这又爬一个，目前是流行型，并且好像双方啊都默认就是在这个局部就不再藏了。其实这个局部的话，我们那时候下棋的时候，那当然长，这是绝对的一步棋。居然不长了，是吧？我想你学棋是应该肯定我也肯定长。并且老师可能会告诉你啊，这个爬可能不太好。他不会爬那么多个的啊，你第说。一呢，当时当然这个棋是第一，首先老师会告诉你，跳出在来，山路的时候能跳，就第对，一时间就往外要跳，跳出来哈。这是老师的教导，我的老师对我的教导，我这个一直铭记在心。就是山路爬的时候有机会跳了就要跳，当然这个时候就不能跳。很显然这个地就要方被冲断了。两个段这个白棋都有点够呛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按说是可以跳了。以前定制也都是跳的，包括现在，当然就算 AI 的话，AI 也会跳，也会有这样下法。不过呢，最近这个下法呢，就是又多起来。当然，这个是爬一下再跳也有啊，以前也有过，但是现在呢，就是又爬一个。这个爬呢，在就是以前的话啊，在对局中出现场合是什么样子场景呢？就是说是基本上各处都已经定型了，上边这一带对双方来说价值都不太大，对，这是一个前提。就是白棋爬一个呢，是为了争着先手。当你尝这个的时候呢，我就占别处大肠去了。那么现在看起来显然还不是这个情况，是吧？上边也是挺大的。这棋呢是这样，如果说黑棋它接着长，那么白棋我觉得它肯定会在这一带行棋，它不知道不是知道下哪，走神，它因肯定为不会再走了。是白的是不会再走，但是白的以往的定制是拖，拖这个是吧？拖这个，我觉得黑的不会这么呆的，就是就搬这个，搬这个这是不可能出现的，这样给白棋拆到这是不可能出现的。那么你如果拖的话就呢，往这边逼应过来，该会黑的会走到这一点。这个下法也看起来好像挺古老对，然后其实黑的长的话，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啊。现在白棋怎么下？我觉得白棋拖的话，黑的是可以下得着的。这个总体上全局的配合，以我现在对棋的理解来说，我觉得黑的是可以下的。当然，也许在人工智能的眼里，这样的下法拖你走这个黑的已经略微的降了一点胜率，也未可知。我没查过，但是呢，其实这盘棋的下一手棋又是突破了我们以往的常规的它思路，都是就黑拖棋是一个，拖的。对。不过这棋呢，曹老师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想它如果长，长，那对这个点三三可能将来会有所影响。如果是。说你长到这儿，你之后再点三，人家很有可能挡了，就把你连扳吃掉了，因为这条边的价值变小了。对，那么是你变即使小这个拐下来，那拐下来是现手吗？我觉得好像拐不一定下是来也不是绝对现实。当然，你拐的话，我可以先飞一个，飞一个对，也很大。如果说这样，他就算走一个也就很算大。是这样，他可能觉得再挡肯定后手。是的。那对于这个点三三来说，黑棋如果不能点的话，他觉得点一个不太合适，那可能他觉得这个长的价值就变小了，所飞以起来他搬起来总是也是很大的棋，白这是棋一个。搬蛮大然后呢，就在这一代的这个定型啊，我是觉得，这个也是突破了以往人类棋手的这些常规的一些理念，就是这个棋地方，早10年哪位棋手这么拖的话，肯定不是说被我老师批评，起码要被我批评，因为这棋。那白棋，我火想腿，要高高兴兴的拖了接上，然后他就拆一这个，个，然后就拆一就个。拆一个，这白棋有什么不满意呢？我即便是现在，即时即地，我也觉得这白棋这么下，我也觉得蛮好的，没什么不好。有机会的话，如果我下成这样，我觉得白的挺满意。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棋友们对这个棋型作何感想。有可能也差对，不多，因为这是我觉得你现在这飞压的话，这个道理。
我想应该还是对的吧，即便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，就是你黑着你飞鸭的话，总是要从这边往这边走，下边这条边上能对白棋产生了进攻，嗯，通过进攻能够获利，或者说在下边成控。现在这样子，比如你再长，你这个后势就发挥作用了。我不觉得。反过来说，反过来说，再反过来说，这是我这是扩散性的思路，就是走到这个这样的一个场景，如果配的也可以的话，那么别的任何场合，黑的只要脱退，那黑棋这个定势就便宜多了。这个高挂都是脱退的，对，但是现在在我看来，就是这个场合是对黑棋的配置是比较不好的一种定型。对，要看起来的话，黑棋有点奇怪，对对，长了这么多个，怎么被人家拆过来限制住？但是这个是黑棋的主动所为啊。嗯，黑棋现在脱不就这样吗？嗯，他就是想下成这样啊。是，也许有一点点可能性啊，现在才拆到这，这可能性不太大。拆这个。啊，有点点可能性，只能说有未可知。但是似乎是人工智能也是推荐这样定型的。就是这样。他觉得这一棋黑棋没什么不好。没什么不满意。并且白棋也没什么特别好。所以呢因为是这个原因呢，走到这个的时候，白棋的柯洁似乎也达成共识，人家不接。他是搬招了，他搬起来。这个大是吧，对。这步棋还是很巨大的。对。黑棋拆过来了，拆过来现在在这儿。啊。这手棋可能比断好。我的话我也喜欢走这个，不喜欢断。单断的话他是不是现在会。单断有可能长。另外一个不是，他有可能走在这一单。夹击。就是走这个的话，你这个边没首先有个子的话。嗯。你就是单方面黑的会受攻吧。嗯。现在如果你我现在黑的先有这个，白的再进来，现在黑几下不会走到这里去。嗯，现在你当然他也肯定也做过很清晰的判断，这地方白棋不会接的，这个现在不会接。是的，所以黑的先拆这个是好的。黑白棋长了也是挺头，对，挺头啊，这还是下的挺厚实的，因为这几个子其实现在很薄。刚才为什么曹老师要逼到这儿，他就是觉得你认为你这块棋我逼紧了，对你的压力很大的。嗯，长这个让黑的也很难办，这地方。是你补不补啊，你总不可能这没有补了。这地方你这个补的话他反而。实在受不了。他反而要来劲。这好像不是棋。这地方不能补。看起来。对，不能补。实在不像棋。是。对，所以也只能走到这儿。像这种地方就是只能等着对手来收拾你，其实对手这头进来的话也蛮大。对，因为他这个头挺出来之后，就对你这几个子的压力很大。因为这一代啊，这样的一种棋形啊，白棋的腾挪的方法很多。对，拖了什么断啊？这是啊，招多了。看着就头晕。招多了是吧？我想棋友们看着肯定也晕，我看着也晕啊。就所以这个打路之后就瞄着这一类的手段了。嗯。黑棋在这里藏一个。嗯。这白棋下的也很有意思。小尖这一副好像就是已经把黑棋这几个子已经鲸吞吞掉这种感觉。但是作为黑棋来说呢。他是出路是有点困难。嗯，是的。他走的话缝隙上可能是在这里。哦，那也对吧？别的钻不出去呗，走这个，走是吧？钻的也够困难的，看起来。走这个，我就这么顺调飞一个，就不用这全没连上，我什么时候变一个，你都没连。然后你这边的路也已经不好走，全没连上。如果是不是黑的，可以考虑先飞一个，试试白棋的硬手。嗯，我也不知道这白棋是打算就动手就杀他了。我不太懂，这能杀得掉？我也不太相信。不是，他杀不了，他让你活着苦啊。比如说，比如说我，你靠着接，这靠好像被人家这儿都先手，我也挺难受。尤其先飞一个，是白棋硬手也是一步棋。那我想，人家接在这儿嘛，我总要做活的哈。是啊。嗯。其实我想棋的道理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走的这种地方，就是要吃我，你的就是你的效率就体现在要把我吃掉，否则的话你这时候子的效率会比较差。是的是的。本来的话你比如说可以下到下边呗。嗯。对吧，然后再走在上面吃。
但现在你这样子，他可以这样吃了，这效率就高了。嗯，所以对手下出这样棋的时候，第一感，我的第一感就是想这就吃你了，对，搞点名堂呗。比如说，我就先分一个。嗯对吧？嗯，万不得已有的时候可以地躺权呗，也就是做活了。先当然肯定是先往那边飞了。对，他现在是没下左上照。对，这个黑棋下的是不是太大局了一点？不过这个棋，这如果被人家一手就吃干净了，这太大了，这实在我不接受能下成这样。不接受。他等于五手棋，就里面拿掉四个，一人拿掉四个。你四个拿掉，白子也可以拿掉四个。这个这手太大了，这吃的确实比较大。五手棋等于白黑白棋多了五手棋，五手棋把空围成这样，我还能怎么样？是，这个好像不太好，就不好跑。现在可能已经不太好跑了，跑现在因为这一步能进就要吃你了。这确实，而且这拱半天还有可能损很损。现在走这个，嗯，白棋高大跳高差啊。黑棋动这个了，这个就是说要能动活呀。嗯，不动活的话，你好歹得这个结成出来，就算你能走到呗，踢劫。嗯，这个地方，职业棋手这句话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有机就先提一下。反正我现在真的还没看到过有那么好脾气的职业棋手，你碰到这时候不提就接上粘回去。实际上是一样的。对，回头他也得提完。这棋他是这样，其实这个地方，当然我真的是在第一线下棋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棋形，我总是也是先贴再说。不过我想我以后碰到这样的棋形，如果万一我还有比赛机会的话，碰到这样棋形，曹老师我就接了。嗯，就接上是吧？因为这棋是这样，实际上是确实，说不定是应该接的。这地方提这个是一个什么道理呢？你不可能接回去嘛。嗯。那你再下，你可能接吗？就是让你再补一手棋，你肯定补在这外面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干嘛提劫啊？给对手多一个劫财，这是一个坏处吧？对吧？你还不可能接，还不如接回去。坏处就给对手多一个劫财。它只是一种侥幸心理，万一什么地方产生一些变化呢？我这个子总是多往外挪错了一步。当然这盘棋是谁呢？是柯洁，柯洁白棋也不例外。这个是职业棋手是牢记住的一个教条，有劫先提。他是提了，他就先可惜拖了。嗯，搬。接上，回去记住。这个棋，反正除了这个接之外，还有下法是虎了。搬虎，他差不离。虎一个的话，白棋也得搬吧？嗯，白棋搬，他好像有搬了连搬了吧？哦，搬了连搬，然后这儿有个断，对，一个断。哦，是这样子。那也许他是打一个，打一个的话，接上他再搬桌，是搬桌。因为他现在是显然是要外面嘛，看他这意思，那黑棋就把这黑的，我就算吃了你打吃我立，不过他是不是有担心？单跳白棋走这个跳，你吃哦，这样好多了。提掉，嗯，白棋现在走还是不走不一定，对，就是暂时可以先不走，对，也可以脱先，嗯，可能是有这可能性，否则的话黑的总胡会好一些吧，嗯。然后他实战是单接了啊，他是单粘的，白棋搬，黑棋搬了立，白棋挡住，这是白棋的先手，黑棋跳走红，这个尖冲，这是绝对的，这是这样的下法，绝对是捧人工智能的场啊。现在这个尖冲特别常见啊，尤其是就是对于三路这个尖冲。因为我为什么说它是捧人工智能场的，就是就虚晃一枪呗，就怎么就也不接着往下下，在这儿。对啊，我是觉得这地方不干净，是的。如果说这样，就算它吃掉了，实在是这个棋是这样了。嗯，就是它这个是吃的更乖一点，可是这个本型对啊。这个吃的也没什么问题吧？看是是是，这应该都跑不掉了。这还能跑掉？我都不信。这个跑不掉，这个当然也跑不掉。这棋形呢，有一点点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缺陷，就是小尖的时候，
这地方略微有点不舒服的地方。不过现实它是好的，嗯，就先撑了两步棋嘛，嗯，就提这个是也有提没提提。不过这个题呢，这个题我可能也不能批评鼓励，嗯，因为这是快棋，很可能他就为了争取40秒读秒的时间提了一下，是的，否则的话就不应该提。既然柯洁早先已经提了，以后就让你有机会多一个劫材，反正不着急，他现在以后再用作劫材再提就行了。嗯嗯，可以去搬起来，搬起来。嗯，这地方黑白棋便宜了。我也觉得是白棋便宜，是吧？便宜了不是一点点。我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白的再拿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哪掉那么多？这实在是差的有点多。这个就是等于是一个小目、一个开拆，一个走在这就全是空了，并且让白棋这个地方还多一个头。对啊，这白棋外面很厚啊，而且，嗯，我觉得黑棋刚才这个先掏脚的意思，是不是把脚掏完了，然后再准备这儿要洗出来？这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动出。哎、对，这地方白棋稍微就便宜了几乎有半手棋左右。对。也许不到一点，但是也差不多有半手棋了。因为我所白的所能拿到的、拿掉的七颗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现在一二三可以拿掉，四五六可以拿掉，小目肯定不能拿。嗯，但是这两颗子好像都不能拿。就是，但是这两个子呢，这两手棋呢效率是低一点，是就是放了两手棋。但是如果白给我多这个两手棋的话，白棋效率肯定好啊，肯定够便宜了呗，对吧？是，就是说白棋的第六颗子第七颗子并不是绝对的好拿掉。嗯，这意思我不知道讲清楚没有，我们再演示一下。这地方是三四样，这样是这样的时候是拿掉七个，多了一个，哎，就白子还应该再拿掉一个。比如说把这个拿了啊，把这个拿掉，这个当然也有用。对，肯定是有用的，毫无疑问。等于是这样一块空。但毫无疑问它是有用的，这里面哪是这我都不信，这对，就是实在就比这个还要好一点，所以是白棋是便宜的。这刚才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，这脚上拖什么的，我觉得这味道还是挺浓的。但是它不拖好像，对，这刚才还有拖。这肯定是有味道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里面。现在这个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白棋打落。这样的，是这样。是这样，这样。这是彻底吃干净了，它这个飞一个已经都补得很扎实了，现在。尖顶，嗯。然后白棋飞一个，嗯，对，这飞这个子居然还有用，这刚刚好，引争着了，所以这样本来为什么要尖冲是有道理的，这一争掉，这个正好争掉，没有这两尖换我就跑出来了，啊，这个也是挺巧的，这个是的，飞接一个，嗯，这个棋形。就是黑的是唯一的，嗯，唯一的大本营，成功的大本营就在这儿。是的，但是这个空这样可能不太够哦，这看起来。左下角这白的看太大了，实在是。拖了连扳，可以去粘上。嗯。白棋。白棋就粘上了，嗯。黑棋将。嗯。其实加，那他不加，也不加也只能加。这个地方被他总有断，总要走一个。啊、这看起来不太对，就被断一个。对他扳一个、是的。他虎下来，嗯，他顶一下，顶一下，嗯，他挡住，挡住。这个脚里肯定是不干不净的。这脚活干净了吗？我没有，肯定打结肯定。打个问号。打结肯定有，打结肯定有。这得基本功扎实，这一眼也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结果。看到后来好像也是活了，倒是，但是白棋他下的还挺，他就是等于先手活的脚。这个、就是应该有一个打结吧？哦，是有个打结的是吧？这里肯定是一个结。我们等一下用实战的图就能看见。哦，白的出头，这地方黑棋分段。然后白棋
而且捞这一刀、嗯、对，捞的也挺狠的。是的，把控权给占了。嗯，这样我看我觉得黑棋这个目有点堪忧。堪忧的、是。主要是前面这个死的还是太大了。哎呀，他退。尝一个。他现在走这个。嗯，正。哦，正走。正走。飞、小飞。嗯。白棋是下得很明白，他断一个的时候本来企图是有点什么想法可能。嗯。白棋是跳在外面。下得很简明，白的这个对。下得很清楚。哦。这种地方柯洁我觉得挺强的，他本身拿白棋以前就是很擅长优势局面下就牢牢的控局。嗯。这个我想想，我本来不是想着白棋要尝出来吗？嗯，对。如果尝出来，是不是会觉得有点会产生一些变数？对，会产生一些变数。是。哦、但如果尝的话，这个点你也是不太舒服。点一下有点难受。然后这还有出来。嗯，对，有点看不清。哦、对，还是跳在外面算了。如果说现在黑棋肯吃，现在白的、因为失控领先比较多嘛。所以这下后还是可以的。嗯、对，嗯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角，这角上是个什么结果啊？藏进去。对，点了藏。现在搬。搬。拐住。白的虎，这个脚步肯定是没活干净是吧？没有进杀，肯定是个打劫，没有进活。对，因为黑的简单的杀是不够的，冲了气不够，正好差一气。你如果熟手这么下的话，那他就一个收气就行了，这个气就不够、收气刚好差一气。对，这黑棋差一气。嗯，所以黑的不能这口气不能紧，只能比如说从外围来。嗯，这个是一个打劫活。哦，是个打劫是吧？叫局部。那么黑棋先把这个吃了。这个捞的也不一定便宜。对。我走了也就走了吧，嗯，这样，接上，这白的也很安心，嗯，余下的黑的这个地方要定心了，是的，黑棋中间、对，点了他一下、看能不能把这四个子全部留下，对，也只能寄予这种希望，嗯。留下要安全的留下才行，要安全的留下。对，你现在搬，你现在留下这样留。这个有个虎。对，这上面有个虎。如果说这样的话，那白棋尝一个。嗯，吃的很不干净。这上面还有个段。对，这个很不干净。这上面有个段的话，这个脚上的结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。对。或者就把黑棋这块就卷进去了、这个黑的太不舒服了、嗯、这个还是不能那么下，他是搬了，对，他搬住，那他先顶一下，顶一个贴回去，这个都连回了，黑的攻击失败，嗯，好像黑棋没下到什么东西，对，黑棋尝一个，白棋双一个，嗯，那什么也没走到，对呀、这边变薄了，这边变薄了，对，赶紧走一个，贴一个长，然后把这个走回来，嗯，就这一带联络是没问题了。是啊，是顺便把木全给走了，这好像黑棋的木越来越堪忧了，看起来。嗯。这盘棋这个鼓励是没下出什么。机会出来，就是左下角这个定型亏得很明显，而且我觉得他整体的策略好像不太成功，感觉、看起来他的策略是不，我不知道他是想这块是想动出来呢，还是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动出来。反正他如果说这么死了，实在太大了，也没有好动的。嗯，不，这个棋这手棋也是压一个，也是没什么效率的嘛。这现在已经人家全连通了，这棋你要一点用没有，还不如推在这儿呢。嗯。压一个明显是后手，压一个不是这里什么棋也没有，嗯，你等于是就走了这两个嘛，就在棋盘上放了这两颗子而已了，他等于在清消这边的空，
我是觉得黑棋他可能是有点想法想跑出来，结果人家补得特别结实，他没有机会，没找到，没有跑掉，没有找到跑出来的机会。是，现在他白棋补了一个这个。您刚才说的打劫就是直接从外面立一个打劫，对，前外面立，对啊，是这样。那他现在也立一个，对，我现在黑白棋不下，黑的下也是劫，你也吃不了我的，肯定。哦。现在白棋下的话有点进活的意思。小尖。对。嗯，小尖这个就活了是吧，这样有点，至少不会是紧接。他打一个您就爬一个就活了是吗？打一个他是做眼。是不是爬一个就活了？他现在如果走这个的话我可以做这个眼。哦。那您刚才直接做这个眼不就行了吗？做完。啊，不过这样木有点亏，他可能弯了一小尖，木是不是亏了？全部是。对。尖的时候挡住他一路。那也有尖吧。哦，他可以坐在那。没有，不对，他可以直接点一个。如果黑棋先立掉的话，他不立的话就我就搬砖，您立掉再小尖他一点也就试试。我死了。啊，这个我被你吃啊，我再爬一个。是双活，是双活。啊，双活是双活，但是这个木白棋有点亏，这样可能。对。他是不是走这个好一点？总之他有木了。这个木好一点。他要求就有木了。对。哦，这还不能随便爬。嗯。如果他现在吃的话您就直接做眼就行了。对，他把这个眼做。哦，做眼就可以了。对。这样倒是挺简单明了的。哦，就是这么下的。嗯。这个他又挡了一个。嗯。挡一个是啥意思啊？我搬。那这里面都是木了呀，这样一来的话这是个连环劫。对对，我只要我走这个你也死了吗？这怎么都死了。看他怎么都死了。他这是要求黑的这个都后手是吧？他要你这个都后手。挡在外面如果不硬他急打，他打的急，我接一个就行了。白棋因为这个有个接嘛。啊，连环劫。要靠这个。这好像又损了一把嘛，这是木。不是，是等于白棋又画了一手棋嘛，等于白棋补了一手棋嘛。那刚才黑棋打之前是不是先搬一个好一点？搬一个他做眼了，你也不太行啊。哦，那也不行。你死了。还是不行。你已经死掉了。我已经死了。所以鼓励这个小尖感觉很好这地方。啊，不是柯洁的小三仙，嗯，三仙实战先生这样，对，白棋搬一个，然后黑棋点了一下在这儿，嗯，点四，白棋接，往里这个木得给它压缩一下，尖冲是，难道是瞄着这个瞄着这块，这个不是太遥远，爬一个。嗯，黑棋小尖，这个是啥棋形啊？看着这棋形是有点怪，好像。嗯，不，这冲一个，很奇怪的接上一个，再搬，一起搬。那我就从反方向来吧，有没有？哇，它是断了一个。啊，断一个，先把它吃了，是这两个自己吃了。已经跑不掉了。对，打了冲我就挡住你就行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很简单。嗯，现在他是走这个断掉，然后白棋把这个还接回来。哇，哦，这是所有把能收到的木全收，够狠的这。嗯，他跳。嗯，他就把这个吃了，这两只眼睛给你瞪得很圆。这个，嗯，这黑棋不行，好像没法再继续了，就看着。虎这个。虎这个了吗？啊，对。这个是最后手。嗯。还是走到一个大官司。黑棋小飞。一个。嗯，摆在街上。嗯，接住就。然后下了什么了？嗯。他。
中间走了一个还是在哪儿？没什么，这个挡住。哦，挡住，把这个三个总算是吃掉了。啊，对，这是里面是个连环计。啊，进来。拐。然后白棋搬了一个。拐，实在也可以不理吧，这地方对吧？没问题。哎，没什么棋。棋比你快。是的。搬，本身可能这个已经觉得大了。搬粘。嗯。然后黑棋小尖。挡，嗯，断掉，断掉，双一个，嗯，嗯，长，冲一下，嗯，这个棋，黑的没有机会了，点，都补的，把每个断点都补到，对，接上，嗯，接住，然后虎一个，嗯，虎，长，黑棋长。这个就断了一下，是吧？断这个，这个还断，这个地方要求两下先手。他这块棋已经铁活了，就两个眼已经两个眼了。对，已经两个眼，根本就破不掉它。他就拐一个，就把这个吃了呗。啊、吃掉。嗯，这肯定是够了，这黑棋应该是不够了。嗯。然后应该快结束了，这棋。对。他。哎，白棋哦，接上，接的这么严实，生怕被他冲一下。对，接上是、嗯，他要小尖回来。小尖，加住。哦，他还跑。挡，然后再加下去，这表示能连上。然后他再冲。对，冲一个，黑棋连回去。表示自己是可以连上的。黑棋不这么连。哦，还能这么连。这么连的话，那就接上呗。接上好吗？这样是不是亏一点？人家觉得。那他总好的了。嗯。他不怎么，他这么连就直接回去。这跟输赢是没关系。嗯、是的。那是。打两下。对。拉两下，嗯，啊，接上，哦，最后他跳了一个，没有吧？哦、胜利宣言，这最后一手棋，最后一手棋，啊，这个跳一个，不跳好像也没什么棋嘛，就觉得，不跳他的点，不是他有点，他有个 点是有的，他可以连回去，点肯定有啊，两边这一路立、这个、可以连回去，还是补一个、嗯，是的，这样差距已经很大了吧？就是。至少盘面可能都不一定，盘面不赢，嗯，盘面不赢了，嗯、是的，是。这盘棋，当然现在柯洁是我们国家的现在还是第一人嘛，嗯，所以说从实力上，嗯，要比嗯他的上代的代表人物是要强一些，实力上肯定是强，是的，所以本身我觉得柯洁获胜是一个正常的结果，但这盘棋。嗯鼓励内容上来说是不太好，他主要没有发挥出他好像他对、什么也没下出来，这一开始被吃了就觉得太大了，什么都没下出来，对啊，然后形成转换之后他就想在外面走两个围点空，这肯定是不够的，这棋很明显前面这个局部是亏吃的太大了，对，就是就大家记住，像这样的棋还是不要随便乱下。曹老师是不是强烈要求，这还是长一个算了？啊、黑棋啊，是可以长嘛，当然是可以长，嗯、但是反正总不想下成后来实战那样结果。啊，对、嗯，下成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太好啊，确实，嗯，因为这块棋被人家搬了长头之后，这太薄了，确实。你想动的，你早点动，不要等人家都已经全收好了，肯定是动不了了。这棋，对，是，嗯，这盘棋，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直白的柯洁是中盘胜了古力，这是最后一手了。对，这棋差距已经挺大，就盘面都是可能白棋要稍好一点点。对，那柯洁这样就晋级了八强。八强，对，八强。
八强战他的对手是李宣豪，是最近这个势头非常猛的。那他们是这样子，就是今天上午是下的这个16强，也就是第一轮，下午就下午3点开始下八强战，因为这棋很快，快棋40秒5次，你想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每手棋大致上都不到在40秒之内完成，平均肯定不到40秒。对，你可能这个不可能读秒每手棋都读到38、39的吧？是他这个李宣豪最近这个势头也很猛啊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很看好他啊，看看他不知道不知道他会科技的碰撞会是会怎么样？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？是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讲解这一块。大家肯定也很关注，我也很很想看看那期下成什么样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欣赏那盘精彩的对局。一会儿见。天元围棋会员最。